灵寿县隶属于河北省中西部，西依太行山，东临大平原。灵寿县距省会40公里，距京广铁路、京深高速公路、石家庄明塘机场20公里。2012年，灵寿县总人口为33万人，国土面积为1069平方公里。灵寿县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，但因地处山区，海拔高度较大，受山地阻隔影响，形成独特的小系统。灵寿县以探明储量的矿藏有大理石、石英石、云母、金、银、铁、锰、钼等49种，总储量约有28亿吨。灵寿县栽培作物主要有小麦、玉米、地瓜、水稻、棉花、大豆、麻等。